帮我揼骨。吓、啊，帮你揼骨，你当你系边个啊？好话啦，我就系全新环节骑练 fans 级嘅首席会长，一众骑练亲笔签名相喺晒我手，包括今集咧要送出嘅梁家俊亲笔签名相我都有、啊，你睇下用心心画咗喺度噶哟。佳哥啊，佳哥，不如俾张我咧。得就冇话唔得嘅，你留意我跟住落嚟嘅介绍吓、啊，寄信嚟答啱问题又抽中你嘅话咧，我咪俾张你咯。二年二十一岁嘅剑习骑师梁家俊，隶属苏保罗马房，出道只系一年嘅佢啊，已经累积咗33场头马，前途无可限量。今个星期六沙田日赛，记住留意佢嘅表现啦。今集问题系梁家俊嘅师傅究竟系边个呢？有兴趣嘅朋友只要寄信嚟以下地址，封底写答案、姓名同埋联络电话。答啱而又被抽中嘅朋友就有机会得到梁家俊亲笔签名相一张噶啦，名额三位。名额就得三个，肯定唔够啲 fans 争噶噃。佳哥啊，佳哥，不如阵间我请你食饭，俾多几张梁家俊嘅亲笔签名相我啊！诶 ，no， 我减紧肥啊！唔通要出美人计？诶，更加唔使，你点靓啊都唔及今集一周头条啲主角靓噶啦！边个咁靓啊？究竟？之前咪啱啱过咗星期日，莎莎妇女人都系当日咧，哇！沙田马场咧异样闻艳，哇！女人味满泻啊！诶，以下呢首歌衬晒佢哋。女人的身份这样美，乐在儿戏。我着的高踭高过人，要我得比当初勇敢。天空海阔不知几时怀念十八身，我喷的香水熏过人，我追求一身好女人。现在这样我厌正女人，怎去笑看风云 ？Hello， 大家好，又到我 Stephanie 大玩占卜术啦。今次一月帮霍利时起个易经卦，睇下佢嚟紧会唔会有进账先。我会用六个十蚊硬币帮佢起卦，结果得出嘅卦象系水天衰，意味住当事人已经做足准备向目标进发，但系一定要储足力量，机会先会嚟临噶。咦，睇嚟呢支卦都唔错噃。今个星期六沙田日赛，唔知马迷又点睇霍利时啲坐骑呢？霍利时嘅星火燎原，上季初出即赢，今季一出梗系要捧佢场啦。唔该晒。最后提提大家，嚟紧星期六以下时段咧会转播亚联游航空冠军锦标噶，大家仲有得参与添啊！今集节目时间差唔多啦，我都要赶住翻去玩 Facebook 嘅香港叱咤名区知多少问答游戏啊！如果你都想参与嘅话，就记住浏览马会网页啦。下集见，拜。